郭律师，谢谢你，替我省了这么多赡养费。我和我老婆离婚，不用和她分财产，省了我最少300万。这一笔律师费，真的很值得。以后会介绍客户给你。好，郭先生，你联络我吧，我会安排。先把支票拿进银行，我还有事要办。Yes, boss. 那我先走了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个时候出现，官司已经打赢了，你欠我一半的钱还没有还呢。我只是假假，让你和我老婆亲热拍几张照片，你却开天杀价。我现在给你一半，已经算是很公道了。你不要耍无赖啊！小心我告发你。那你就告吧。刚才你在法庭上做假证供，最多我们同归于尽，怎么样？